Siguieron me. 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开箱。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可以完全的改变收音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我们收音呢，如果你一个声音。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可以完全改变收音这一件事情。那你在成音组在现场收音的时候，你都需要去调整你的 gain， 就是你的声音录制的大小声。那这个动作到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超。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一件 ，Hi, my name is Kai Wong. 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收音这件事情。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一件东 ，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 ，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呢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像是我们现场收音肯定就要调各种 gain 啊， gain 就是调整你音量的大小、输入的强度这样子。那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呢，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工作流程。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工作形态。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可以减轻现场收音的。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小小的问题。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要调整 gain 的现场。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收音的各种问题，可以减轻收音。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的各。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个就是。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时候现场收音遇到的各种问题。像是你现场收音呢，正常你都会去调整你的 gain 嘛 ，gain 就是增益，增益就是你拍摄。Jesus Christ.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Hi, my name is Kai Wong.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这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拍摄的。
收音。Hi, my name is Guy Yuan。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摄时现场收音的工作内容。Hi, my name is Guy Yuan。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Hi, my name is Guy Yuan。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Hi, my name is Kai Won。今天，Hi, my name is Kai Won。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就可以让你的现场收音变成更简单。Hi, my name is Kai Won。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现场收音的各种问题，可以把。现场收音这个东西变得非常非常简单，让它更专注。你可以，嗨，my name is Kai Wo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现场收音的这一个工作流程，可以让现场收音变得非常非常简单，让它变得可以更专注听到你想要录的声音，而不是在那里一直调 gain 啊。如果你有2轨就算了，那你有8轨、16轨，你要在那里一个一个调 gain，是不是会花很多心力在上面 ？Jesus Christ！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的现场收音这个环节，就你可以让现场收音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更加专注在听到想要收到的声音，而不是在那里调整一些。零碎的小事情，像是你如果录个2轨，那就算了；你录个10轨、20轨，哇塞，你这样子一个一个调 gain，你真的会死翘翘。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东西，这是 one。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里面的现场收音这个环节。这个现场收音呢，你可以，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时候现场收音的这个环节。这个现场收音有这个东西之后，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您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的这个工作的。内容。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现场收音这个框框里面的内容。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完全改变拍片现场收音的这一个环节里面的工作内容。你可以让收音这个工作变得更加轻松、更加专注，仔细听你想要收到的声音，而不是在那里零碎调整一些设定去调整 gain 啊。如果你录个2轨就算了，如果你录个8轨、16轨，哇塞，你每一个 gain，你转场，你就要在那里慢慢一个一个调，是不是超累？啊，你因为可能讲话大声、小声，你也在那里慢慢调，这个都变成历史了。因为今天我们拥有了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东西，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这样的东西呢？
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我现在手中拿这个应该是最阳春，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这样子，我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这我手中现在拿的这个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最阳春、最小的一个。32位元的收音设备吧，这个是 Zoom 的 F3 Field Recorder，就是现场收音的收音机啦。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这样我手中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现在我手中这个 Zoom 的 F3 Field Recorder。这个应该是最阳春，现在市场上最阳春、最便宜、最平，32位元的收音设备，哦，我现在手上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这个我手中这个 Zoom F3 Field Recorder 现场收音的收音机啦，这应该是市场上目前最阳春、最平民最简单，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现在我手中这个 Zoom 的 F3 呢，这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最便宜、最少轨道。有啊，有一个小更小的，但看起来很塑胶，我就买一个双轨的 F3。那这个 F3 呢？它也有一个更大的，就是有8轨啊，有16轨的32位元，但重点就是这个32位元的录制声音，这个位元深度。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现在我手中这一个 Zoom F3 应该是目前市场上最便宜、最少轨道。有啊，有一个单轨，但看起来很烂。我买一个双轨的，那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阳春的一个收音机。但重点不是它阳春，不是它轨道很少，重点是这个32位元的东西，我想要来玩玩看。那它也有一个大哥哥，还有一个更大的，就是有更多轨道的8轨吧。还有一个16轨，32位元，重点就是这个32位元的东西，让你在现场收音的时候，你不用在那里哦，一直去调 gain 哦，怕太大声，然后又怕忽然太小声，听不到东西，杂讯很多，或者是太小声，然后东西。32位元的收音设备，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我现在手中这个 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我现在手中这个 Zoom F3 应该是目前市场上非常非常阳春的一个收音机啦，因为它只有2个轨道。那2个轨道我自己是用就足够了。那它还有1个轨道的小小的，看起来很塑胶的，然后也有更多轨道的，就是有8轨，有16轨，应该还有更多轨道。那我现在买的这个是2个轨道，重点不是轨道多少，重点是这个32位元的收音功能，32位元的收音设备。那我现在手中这个 Zoom F3 应该是目前市场上非常非常阳春吗？就是它有2个轨道而已啦，就你没有更多轨道。那它还有一个更小的1个轨道的。收音机很小很小，那还有更多轨道。如果你要在专业用途上面，有8轨，有16轨，应该还有32轨吧？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各种轨道，你要多少都有。那我目前买的是2个轨道，重点不是轨道多少，重点是这个32位元的收音设备。
Holy fuck. What is the right timeout? Jesus Christ. Fuck. Jesus Christ.